在音乐辽阔的世界里，每一个跳跃的音符都牵系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，抒发着某种情绪。我想要的是高山流水韵之音，琴弦一拨，一曲动天下。来布拉格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回在大街上听到有人拉二胡，真是新奇。如果你回中国去上海的话，也许还能看到我的演出。其实你心里啊是喜欢安静的。我知道你从没忘记过对我的承诺，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，坦诚面对彼此。我们东航集团想要跨入音乐的版图，寻求合作伙伴。很多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除非我能当上团长。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保住小乐曲。众人眼前高雅光鲜的舞台，也避免不了现实生活压力所带来的一地鸡毛。这是艺术梦想和现实永远抹不平的落差。世上最深最浅的是人的感情，世上最远最近的是人的距离。是我不讲理，还是你偏袒他？为了一个首席的资格，你就毁了其他人的生活和梦想，你不觉得羞愧吗？你不该回到这儿。你姓林，我姓冯，我的事儿还轮不到你管。我为了小夜曲这个执念，没有承担起当父亲的责任。我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。对我而言，你比小夜曲更重要。终于有机会可以和总监切磋了。其实你跟安林的比赛就算是输了也不是一件坏事。是，这首曾经引以为傲的旋律变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相互残害的武器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脱下你的虚伪面具，让大家看看真实的你？